高雄市福北地区昨天晚上大火之后，灾民们今天早上展开清理的工作，现场凌乱不堪，一片凄凉的景象。看热闹的人潮整天熙来攘往。高雄市党部主任委员纪履科、市长杨金虎和民意代表们今天早上也都先后到了灾区慰问灾民们，对他们的不幸表示同情。在这场大火里面，一共烧掉了82户，包括木造房屋240多间，灾民860多人，他们都分别获得了市政府等有关单位的适当救济。